山林啊，是一个呢人类的这新鲜空气的来源。巴西呢有一片森林很大，称为这大乾坤的会藏，这是会波啦。这一回呢，他烧了，已经烧了好几天喽。看叹人生，有这么好的现成的大地宝藏啊，都不懂得如何疼他、爱他，所以实在很令人感慨。期待我们大家时时刻刻呢，最胜虔诚。这一回的白鹿安的鬼啦，我们要感恩哦，感恩他偏一下，那减少到最低最低的灾难，所以要心存感恩。